for my soul. Back then, oh, I'm too weak.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.匹配光电的附赠机，那我们公司现在开始有在出灯管式的植物生长灯。那在灯管，它一般分作一体式跟分体式。所谓分体式，就是我们以前传统在用的这种支架型。它将灯管跟支架它是分开的，在我们传统上面来讲，称为分体式。所以分体式的灯管，它就要先将支架安装在你要安装的地方，然后再将灯管装上去。这种的好处，这种使用上面的好处是更换容易。你在灯管要换修的时候，不用再经过任何电工的处理，你只要将两头插上去。转起来，转过去，通电就可以直接使用。那这后来又有出，后来一般在用在层板，或是其实层板更多，我们就称作一体式的低影灯管。可以看得出来这两种的差别。刚才它是将灯管跟支架，它把它分开来；这种它就把它收，就是把两者合在一起。Bring to the Lord, bring for my soul. Now please don't go.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'm alone. Now please.